这个就是我们的欢迎新到直播间的朋友哈，我是主播文文，我是主播文文。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想问问题的话，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方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店的位置是位于咱们成都锦江区三圣乡这边，这个就是咱们店的位置了。像这款车的内饰的话，新到直播间的朋友们，给你看一看我们进口大众这一台焦黑版本的一个内饰，前排座椅哈，也是采用的一个真皮的座椅。你截屏了，截屏买我的同款鞋吗？你说，截屏买同款鞋的家人们，好，欢迎新到直播间的朋友哈。然后我是主播文文，大家如果说还没有关注咱们直播间的，是不是都可以关注一下？可以关注一下。觉得家人们这么说哈。这个问题非常的私密了，是不是？直播值得跟你说，咱们这个桥梁鞋淘宝上买的话，想买的话可以去淘宝搜搜同款，截个屏是不是？截个屏搜索一下淘宝同款，真皮的一个座椅的，真皮打孔的18项的一个电动调节。你看主播身高170，是不是？坐在这款车内的前副驾驶位置，大概是一个2拳多的一个距离的，2拳多的一个距离。这个是一个主播身高170的腿部空间。像咱们个子稍微高一点，1米8几的小哥哥的话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现在因为翘着二郎腿嘛，咱们如果说腿放平的话，就是这个状态啊，非常非常足够我们家人的一个使用。2.8轴的一个车身轴距，家人们。好，欢迎新的直播间朋友哈。如果说我们家人们还有什么想问的问题的话，都可以打在主播的这个公屏上方。我是主播文文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，欢迎大家。还没有关注咱们头像上方的哈，点点关注好不好？点点关注，头像上方点关注，屏幕面前点点赞，对不对？点点赞。啊，这一台咱们现在曜黑版本的一个裸车价格优惠后哈，优惠后的话是69.98米的，然后它的一个落地价格具体是在74W 左右啊，应该你可以私信一下小黄车。私家小风车具体落地价格可以跟销售顾问可以问一下哈，可以问一下主播身高多少，是不是？主播身高是170，主播身高170。你看我们坐在副驾驶的位置的话，对不对？大概是一个2拳多的距离，这个腿部空间嘛，对吧？个子稍微高一点，直播间的小哥哥们哈，小哥哥们，你们个子稍微高一点的话，1米8几，大概就是1拳多的距离了。欢迎新到直播间的朋友哈，欢迎新到直播间家人们，还没有关注主播头像的，对不对？关注咱，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，都会在这个时间给大家线上见面的。如果说直播间朋友们，我们是在成都哈，我们是在成都的，成都的本地朋友，成都的本地朋友们，粉丝，对不对？关注之后都是主播粉丝了。那么你们这个时间到咱们店内的话，主播都是在直播的，都可以带你们线下的看看车，是吧？到咱们店内，我们是在成都锦江区三圣乡这个位置，有没有成都本地的朋友们？有没有成都本地的朋友们？有成都本地的，咱们扣扣一好不好？看一下哈，咱们直播间有没有缘分？欢迎新进直播间朋友哈，欢迎大家。如果说我们身边有家人们想买我们这个进口大众车的，是不是都可以把你们我们的直播间哈分享给你们身边的朋友？2居的独立空调，带空气净化功能，30色的氛围灯，车内是做这种钢琴面板的一个烤漆，银色的这种装饰饰条，车内也是有的，车门内也是有的。反炫目的内后视镜，双联屏的一个屏幕，像我们现在家人买车嘛，对吧？都喜欢这种屏幕比较大一点的，那么15.3英寸的一个中控屏，那么手势隔空操作，全景影像，全自动的一个辅助泊车系统的。那么像这一台12.3英寸的一个液晶仪表盘，双联屏的外观看起来屏幕是非常大的，但是咱们15.3英寸中控屏哈，屏幕看起来本来就很大的，所以说现在家人们喜欢的话都可以到咱们主播文文的店内看一下哈。我是主播文文，咱们想问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方。欢迎新到直播间朋友，有没有想看我们途锐车的顶配版本呢？咱们直播间家人们想看顶配版本的话，我们也是有展车的，也是有展车的哦，家人们，咱们。对不对？直播间的粉丝们，有没有想看咱们顶配车型的哈？我们现在也是有展车。你像顶配的话，咱们就是丹拿的一个音乐系统了，对吧？丹拿音乐系统的话，你看我们途锐车 SUV 嘛，对吧？适合放一些什么比较轻音乐哈，音乐比较对吧？舒缓咱们这个咱们
心情的，所以说呢，咱们就是配的一个单拿的音响了。刚刚有家人在问，对吧？如果说这个3.0瑞响的话，想加装单拿多少钱？我看看哈，14000多，14000多左右啊，家人们。所以说想加装的话也是可以的。你像我们这个单拿的话，对不对？可以给你们看看我们的顶配车型了，我们的锐尊版本的后面这一台，带你们去看看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也是快下播了哈，最后10多分钟了。这个顶配的话，好推不动，我们就在侧面给你们看一下吧。这款车的话，带你们去看一下，外观前格栅也是做了一个熏黑处理的，包括大灯。大众标旁边这款车锐骏版本，大众标旁边配的是一个红外线的夜视仪，这个就是我锐骏版本前脸才有的这个配置。好，欢迎新到直播间的朋友哈，我是主播文文。咱们直播间家人们是不是有什么想问问题的话，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方。我是主播文文的，21寸的一个熏黑处理的轮毂的这一台车，像这一台的话，对吧？这个轮毂非常匹配我们这一台锐尊版本的这种非常酷的外观了，对不对？熏黑处理的前脸前格栅也是大灯，LED 的一个矩阵式大灯，含12种光色，带动态转向的3.0的这一台，所以说3.0T V6 的一个发动机，对吧？全14驱的 8AT 的一个变速箱，那么它的最大输出功率180千瓦，像这一台车现在是82.98米的一个裸车价的，直播间的朋友们。零度 L 没有，我们现在车哈，我们现在在售的车型呢，主播跟你说一下，现在进口店在售的车型就只有这个途锐车，还有蔚来旅行，包括 CC 猎装，就是这几台。那么零度 L 咱们现在没有啊，没有。多少钱嘛？82.98米，这台裸车价格。是，欢迎新到直播间的朋友哈，欢迎大家。新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，我是主播文文，喜欢的话可以关注头像上方，头像上方点关注，屏幕面前咱们点赞，是不是？点击一下咱们屏幕上方，看看今天能不能点到1000、1万赞哈，看看今天能不能点到10000赞，靠咱们直播间的忠实粉丝嘛，是不是？咱们榜一、榜二、榜三的大哥们哈，咱们点赞，是不是？关注一下，支持一下咱们主播的一个工作。然后车身侧面的话，车身侧面对稍微调一下就行了。车身侧面的话，就是一个外后视镜，包括窗边的一个装饰饰条，对吧？熏黑处理的，上方的一个行李架，2.89英寸轴距，外观也是运用了这个 R-Line 的一个运动外观套件的。所以你看整款车身看起来，对不对？包括现在整个上方咱们展厅的灯光打到这个灰色的一个车漆上方，也是非常有光泽的，对吧？如果说咱们夏天开着车的话，对吧？这个车你刚洗出来的话，都是非常亮的。这个车漆，是进口车嘛，家人们，这个外观的做工、线条的一个流畅度，对吧？非常都是有品质的。家人们可以到咱们店内看看。背景的这个是咱们的锐尊版本，大众途锐车的一个顶配车型。顶配车型，像顶配的话，它就是内饰的话，就是一个丹拿的音乐系统了。当然，音乐系统的话，所以说它的一个音乐质感就非常适合放一些什么，咱们的轻音乐，对吧？愉悦一下咱们这个，愉悦一下，叫什么？愉悦一下我们的一个心情了，就是，包括它的一个10种驾驶模式的一个调节，然后前排咱们的主驾驶座椅带按摩功能。所以说，咱们家人们如果说开着途锐车的话，对吧？锐尊版本比较疲惫的状态下，可以缓解咱们的一个身心疲惫的。这个主驾驶带按摩功能的，好，这款车的一个内饰带你去看一下，途锐车的一个内饰，这一台锐尊版本，背景这个就是我们的途锐车的顶配了，标配的一个单拿的音乐系统，咱们锐尊版本，想加装的话，咱们那个途锐其他车型3.0的经典锐享，3.0锐享或者说锐享。领航对吧？你们想加装这个单拿音响，现在也是可以的哈。我说加装的价格大概是在1.4W 左右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加装音响的一个价格。这个的话，咱们真皮的一个座椅，锐尊版本座椅是可以做一个双拼色的，展车是这种棕拼灰色的一个座椅的哈，这个配色都是可以选择的。
像我们内饰三十色氛围灯，对不对？四驱的一个独立空调，后排乘客可以独立调节，因为咱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人体的一个体感温度嘛都不一样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非常人性化哈，顶配版本了，肯定的，对吧？四驱的一个独立空调，看看后排是不是？好，看可以，看一下后排。欢迎新到直播间的朋友哈，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是不是还没有关注的？赶紧点关注，我是主播文文，咱们头像上方点关注，屏幕面前点点赞是吧？咱们点赞。成都这么凉快吗？嗯，成都已经入夏了，只是说这几天又稍微降温了一点哈，但是还是不是特别冷的。对的，我们是在成都啊，我们是在成都新进城进口大众店。这个就是后排，可以平面上可以看到座椅是做的这种双拼色的一个配色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版本就是可以选择这种双拼的颜色，颜色都是可以选的哈。这个棕拼灰的展车是这种颜色，拖鞋了都，这个是小凉鞋，对不对？小凉鞋。然后呢，像我们真皮的一个座椅的话，主副驾驶都是带通风加热功能的，而且我们主驾驶的座椅，对不对？顶配版了，也是带按摩功能的，也是带按摩功能，感觉空间不是很大，空间蛮大的了的。家人们，我给你坐一下了嘛，四拳的一个腿部空间，咱们身高170了哈，咱们主播身高170都是一个四拳空间的，你看这个空间感，我觉得真的挺大的了哈。可能镜头面前感受不出来嘛，你可以。带着咱们家人们，是不是可以到咱们店内来看一下？也是小拖鞋，哎呀，咱们家人们说小拖鞋就可以，是不是？说小拖鞋，小拖鞋，啊，四驱的一个独立空调，所以说后排呢是一个空调，可以独立调节的，对吧？咱们每个人的体感温度是不一样的，这个就可以独立调节你的这个温区，包括下方。220伏电源的一个接口，两个 Type C 接口，包括一个点烟器，方便咱们后排乘客的一个使用嘛，对不对？全景天窗的这一台搭配全景天窗，视野都是非常好的，包括这个光线，对吧？像我们成都，如果说夏天现在，如果说出太阳的话，阳光非常强烈的情况，通过全景天窗照到车内，照到咱们后排乘客，对吧？你像咱们主播啊，咱们爱美的小姐姐们就不用担心晒黑了。这一台虽然说搭配了全景天窗。光线很好，但是呢，它也是防紫外线指数高达99的一台车了。